一个三儿，我不要。你不要一个三儿，你都不要啊？你要能要你要呀。行，你不要我要，炸弹。我不要。不是人家出一个三，你出什么炸弹呢你？气势，大白要的就是这种气势。飞机，王炸，我不要。你怎么什么都要不起啊？你手里什么牌你倒出啊？人家都出王炸了，谁能要得起啊？我不要一个四儿。嘿，我炸。一个四呀，一个四你就炸呀。气势，打牌要的就是那种气势。一个四，刚刚人家出三，你为什么不出四？我愿意。行行行，你说吧，我不要。我炸。嘿，炸的还不少呢。行了，要不要？一对四。你这是三个四分开出了呀，你为什么不一起出？谁二，抱一个。不要。你等会儿。我炸。我们两个是同伙，你炸我干什么呀？打蛋，翻倍，翻倍呀！一个三，你走吧。我怎么走？我往哪走啊？我上哪？一个三你都不走，你到底剩什么了你啊？我能剩什么？我剩个三呀！你剩啥呀？我能剩个啥？我也剩我的三呀！咦呀！那为什么两个三你不一起住啊？还是要那种气势？气势。